标一下 A 卡 A 半边它什么目标啊？它的目标很简单，第一个目标，帮助人民做生意，提升国家竞争力，对不对？两个原则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路劳不能进来，农场不能不增加，基本的原则，对不对？那它实质的内容是什么？三个内容，第一个是 A 卡谈好之后，关税了。互相的侵犯，我不去卖东西到大陆，他不收我的关税，他东西卖到我这边，他不收我的关税，他的剩什么都派回来。第二个呢，投资的保障，就请求不到地上给你招啊，两双方面的这个家长跟我或者给他叫回去，也叫我回来，对不对？给你保障，就是这样。第三个呢，制裁权的保护，现在这些。山寨版啊，仿冒啊，假的东西啊，这些保护，是啊，对我们的业主竞争的对手，我们国家哦发展的大策略是什么？大的策略就是希望说，我们要走出去，世界走进来，怎么走出去呢？怎么走进来呢？有很多的制度、法规的修订，像刚才讲 APEC 让我们走出去，对不对？也经由大陆的投资，那我们内部呢？如果来强化我们自己的实力，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啊，如果深入台湾呢、啊，然后进一步呢，连接亚太啊，再进一步呢，布局全球，讲的基本一点，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赚钱的机会，有更好的工作机会，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集团来看短期。